我们今天来到桃园，要来吃云朵双饼喽，走吧。使用日本冷藏空运来台的九州欧木纯山鲜奶油，环绕看一下店内的环境，空间超大，而且布置满满的干燥花。现在一起来看疗愈舒芙蕾的制作过程吧。之后一定要配这个抹茶鲜奶油，因为它这个抹茶鲜奶油超级无敌抹的。晴天水果，现在我们要喝看这一杯。其实呢，我们一直都觉得这杯鲜奶茶喝起来超级像早餐店的大冰奶啊。